宝贵今夜的舞甚是啊，甚是精妙绝伦呐！哎，这儿怎么有个大司马？你为何在这儿？陛下，臣深夜接到陛下召臣入宫议事的旨意，便匆匆赶来。哎呀，朕刚饮了酒，便忘了此事。你不会怪朕吧？臣不敢。你有所不知啊，朕那几位皇后啊，甚是能讨朕的欢心，令朕无法脱身呐。倒是杨皇后，可就比他们差远了。杨皇后虽不会讨陛下欢心，但是她对陛下的情谊，定不比其他人少。光有情谊有何用啊？她如此无趣，朕觉得她最乏味。臣以为，相比于有趣，身为皇后，识大体，知进退，才是真的对陛下好，对天下百姓好。朕的天下，朕自然知道该如何治理，何须他杨丽华多言？莫非你觉得朕离了你们杨家，连天下都治理不了吗？臣不敢。陛下乃是承上天之意，治理天下的天子，臣等只是仰仗陛下恩惠，才能立足于世。为人臣子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皆是受陛下的旨意所向，又岂敢妄言帮陛下治理天下？哎，你先起来吧。这连你也学会这阿谀奉承的功夫了啊？臣句句乃肺腑之言，朕也不与你做这口舌之辩。听说你偶得宇文护，巨额藏金，可有此事？